顾董确实有一个私生子，资料都发您了。苏俊，这哪儿来的野种？你怎么了？哪不舒服？是不是头疼？我给你按按。好。有没有好一点？你说要帮苏娟讨回公道，但如果事情的真相真的和顾家有关，你会怎么做？你是不是想起什么来了？没有，但尤振德是我爸的人，我担心会和顾家脱不了干系。现在什么都还没有查清，你就不要胡思乱想。而且他们是他们，你是你，我不会因为别人做的事情而责怪你的。真的？既然决定要重新开始，那就要坦诚相对，只要你不骗我，我就会一直在你身边。